请三号先生，有请吕东先生，欢迎您。来，您坐这边，先生。你是坐这边。您好，先生。没变。啊？我说您没变化。我没变化。她那么漂亮。哎呦，谢谢。咱上次见是什么时候呀？电视。啊，嗨呀！我就说我好像没见过您呀。啊，你觉得我和电视上没变化是吗？啊，那可不就是吗？真人儿，对我们女士有什么样的印象，先生？挺好的，不错。怎么好了？慈祥吗？嗯，慈祥。女士点点头，是。那您现在是自己生活还是和孩子一起啊？一个人。一个人。对。一个人就孤单，在孤单啊？不孤单。不孤单。啊，真的。习惯了。一个人多长时间了？94年。94年就一个人了。对。哎呦。还不太认识了解这位先生呢，先看看基本情况啊，来看一下我们先生基本资料。三号男士吕东，74岁，北京人，婚姻状况离异，环卫局退休。就是有素质，一看吧，就是那气质在那儿。对。实际上，无论长得好和不好，这个先生也比女士要大11岁哈。这个11岁，还好吧？不好，我就想到5、6岁，最到6岁，就70以下的是吗？对，70以下的。哦，那您还不了解他呢，就不好了。他这个年龄哪都好，这先生一看哪都好，就是不是品鹏？我跟你说实在，我今天报名，我还找75岁以上的。啊？什么？还要找比您大的？对。为什么要找比您大的？找老伴儿，找老伴儿，我不找岁数大，我找那岁数小不行，不叫老伴儿。找同龄的就可以吗？对啊，上下差个几岁都行。是。是吧？就比您小一点也可以嘛。小2、3岁也行。哦，所以像女士对您来说，您也觉得太年轻了。小点年轻。哎呦，行吧。但是人家也说有说我岁数大了，所以说符合他也不符合他的要求。哦，所以也别为难。行行行，我没伤你的自尊心吧？正合适。我要求就75岁以上的。那让女士休息一下，咱听听您的情况，好吧？行，女士先休息啊，来来这边啊，辛苦啊，年龄74岁跟我同岁，年龄倒可以，但是离异和企业退休，这是能不能说话说一块儿去呀？哎呀，我们这个叔叔说就想找75岁以上，比自己还大1岁以上的，肯定还是有很多过往的经历哈。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咱们更多的了解一下先生啊，看看我们三号先生怎样的故事，怎样的人生，一起进入他的原来是你的环节，请看。工农商学兵都干过，俩人不同步了。工作干过很多工种是吗？来回换东西多，成功的也多点。是在一个系统里换来换去吗？不是，都出了，在石油附中，上的高中，